听到这刚起锅的诱人声音，加上炸的酥脆的金黄外皮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国民美食盐酥鸡啦。而盐酥鸡的灵魂配料绝对少不了九层塔跟蒜头。 一位高雄的网友就分享有家佛心系的盐酥鸡，才加20元蒜头，蒜头就满到泄出来，几乎盖住主角啦！啊，还是盐酥鸡其实是配料，蒜头才是主菜啊！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